无定着，咱有安尼做着，伫外面伫咧无用啊，咱去买买歹诶物件，去换好诶物件。那好诶物件呢，就反而去买真贵诶，等等啦，这呢拢是伫这个形象做生意呢。看安怎做，那有的呢？在迄个开店吼，就是讲有店啦，开店，或者是伫市场里吼，有的人唔免用店，就是干那用贸易的做中介啊，这批货，安尼，甲你订货买来伫这个所在，啊订的货呢，好歹唔知哦，价钱呢？关家唔知，但是呢，伊即个做即个贸易即种嘅生意嘅人，伊无定着利润摕真悬呐，无真好嘅货呢，甲你讲是真好嘅货吼，哈，亲像安尼嘅贸易啦，或者是呢，买啦，伫咱嘅店面伫咧卖，买俗卖贵呀。有的人呢，就是用亲亲啊，啊，这轻轻的亲啊，或者是小小的刀吼，那轻亲啊。有的呢，那卖较粗的啦，较重的，较早叫做用牛啊，都是真大的亲。有的人贵包的米啊，或者是呢。贵米罗的汉字啊，迄是超贵吼、哦，所以唔是用钱啊会当钱哦，那都系用牛啊来牛贵金，那迄都爱用一支棍啊吼，啊绑伫迄包尺，或者是米罗，两个人扛着，这一个人呢，看去刷迄个青腿吼。哦面顶呢，伊就是筋啦、啊，按一段一段去，这是较粗俗哦。有诶，原来会伫即个牛啊的面顶呢去做卡手啊，过去吼、哦，哦，有安尼的一个公啊，就是一个故事啦。有一个做大生意，不管呢。是五谷杂粮，伊拢总卖。不管是啥物物件呢，伊即间店呢真大。不管呢用刀、用钱、用牛啊，拢总有。所以啊，伊呢直直想，我安尼做啊，即拢真粗重。啊，安尼赚的钱呢，袂紧啦。同款呢。啊！你一斤一两啊，或者是百斤、千斤啊，赚的是固定的利润。伊就去想，想出办法。伊用这个牛啊，甲内底呢挖空，因为伊有这块这大鸡啊，所以呢，伊甲内面挖空，内面呢就放水银。水银会走啊！啊，所以呢，伊共这只牛啊，伊要买入来的时，伊呢，就安尼改牛啊，改徛开，安尼较衰落去。自然呢，这粒水银啊，伊呢，就会往牛啊的后面走去。明明人一百斤来啦，来到伊家，穿起来呢，扭起来，无啊，八十斤尔，你怎哪有一百斤？我明明伫阮家就是扭一百斤啊，来到遮哪会八十斤呢？哦，无你家己扭看卖咧，伊呢，另外摕互伊，还是呢，往后面的所在倾斜。你有看嘛？对啊，那也真奇怪，那也变安尼啊，八十斤就八十斤啦、啊。
一百斤，摕八十斤的钱，哦，用安尼的手段啦，这啊，那是要卖出去的时呢？啊，这个牛啊，都往前啊，请起来，继续啦。才有五十斤的物件，伊会当摕七十斤的钱，因为呢，伊的亲啊，那往前，自然呐，迄个亲啊，买就会较巧嘛，所以伊就会变成了，唔免遐济物件，伊就遐济的重量，所以平常人讲偷斤减两啊。伊所偷的斤数呢，唔是讲吼几两，或者是几斤，愈多愈重的物件，伊所偷的呢，重量是愈多啊。所以伊赚足多钱的啊，到甲伊老来，特别往生的时啦，甲伊的囝叫来，甲讲。囝，我甲你讲吼，我做生意会当赚遮济钱呢，实在是有秘诀啦。有个人讲来甲咱买物件较俗，其实大家人拢爱来甲咱买物件。我有这个秘诀，我要传互你，叫伊甲迄个牛啊拿来，甲伊讲。咱赚钱拢伫这只牛啊里吼，那咱有当时阵讲，我较贵甲你买，其实无较贵哦，重量呢，咱共摕较侪来。咱有时讲较俗卖人，其实无较俗啊，其实呢，咱有减量互人。啊，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啊？囝听到呢，都甲老爸问好正清楚。老爸呢就讲，这个亲啊，内底有安尼的机关啊，所以你后边，那咧卖人的物件，会记哩，就是亲啊讲情，自然呐，无遐侪量。你都会当讲摕遐侪钱哦，这个技巧你爱学起来哦。那要买物件，会起哩都爱往后压落去，自然呐会当唔免予人遐侪钱。哦，囝听着心真艰苦，原来老爸赚这啰钱哦。这个钱呢，实在是真无天良。不过看到老爸呢，暗暗一喜啦。伊个囝就对伊个老爸讲：“老爸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会代替你做功德啦。”那安尼老爸呢，唔知囝对伊讲会替你做功德是啥物意思？嘛想讲，我若死，你来当甲我做一挂功德嘛，真好。安尼，伊离开啦，往生啦。这个囝呢，甲伊老爸呢做一场哎呀仪式的事，伊就请真侪的出家人啊，来甲伊老爸超度。迄当阵叫做超度吼，迄个时阵呢。伊对这些出家人真恭敬，但是呢，在这个中间，迄当初嘛是拢爱烧物件嘛，伊就对啊，迄个经拢读完啦，伊真虔诚礼佛了后呢，把这个亲啊拿出来，伊呢把这个亲啊当天的。